这一球击出去，打在了中右外野方向，那个飞球两列手都过去，但这个球过了，过了，三分炮，中信兄弟把比赛给追平。又是钟老师开金口，变数变数，哇，真的一棒变过来了，中信兄弟现在5-5平手。主审杨崇威先生呢，其实也蛮辛苦的，这一球有办。球又是全垒打，张志豪连两发全垒打，再见比赛。今天的英雄张志豪，曾经告诉自己眼泪要留在最值得的时候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盯着。是，再来，谢谢一直支持我们的球迷，还有为我鼓励的球迷。我在受伤的这段期间，真的有你们的鼓励很好，也谢谢那些酸民，我在这受伤的鼓励这期间，也有你们酸我真好。我爽。